安。哇，我想说，好啦，今天不开台了，那至少睡到早上好了。就爬起来看，啊、靠腰怎么10点而已。嗯，还都努力要想调作息了。野伞大师教我野伞秘诀，快点，我等。Good morning， 我等晚一点，人多一点，我一次给大家看。看我私下，想要刷色为卷卷耳，刷不到，刷到其他有的没的东西，我气死。留一手。所以你几点睡啊？下午还要看到你，快5点。我想说就先累一点，然后至少�睡到半夜吧，大概3点4点起来，要慢慢调。啊，结果不是欸，怎么那么累啊？因为我真的就是，你那时候在马子台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玩这个了。哎，夏西，快点安慰我，抱一下，我现在好累哦。丽恩，快点，我需要司机。加西抱一个过来给我抱，还是你喜欢这一种的女人过来，好不好？抱一个，抱我，不能抱别人。啊，那光遇啦，你等一下也要睡觉了，好啊，早点休息。早点在我床上休息啊！快来快来快来！啊，迪士尼的电影真的都是音乐剧，真好看。红曲叶就好了欸，没有集中耶。40000交出来就可以滚了，什么40000？没有，是50000，什么40000？什么40000？50000，看一下。5颗珠珠欸，好，那夏西要走了，我们先给他看。我再刷一只，再刷一只，我们就来看。白痴色尾，我有刷到色尾的小泡芙，然后我稍早欸，有欸，是三个。我来看木锤，木锤需要任务。
光遇这钢琴家哎、欸，钢琴怎么那么好胖啊？会不会比较好？会，但是命中太低了。我就是因为命中，有时候命中就差那一点点，然后一直打不到，我很气，所以我才改成水流尾的。我发现给他残血，然后放木锤，很棒哦，可以解任务。等等，螃蟹是怎么帮你搬？啊，我等下过去自己搬。螃蟹有自己来啊，其他你帮我。螃蟹有自己来，那要帮我叫啊？可能掐我的脸颊或掐我的腰，我就叫了。那个夏西还在吗？夏西宝贝，那个夏西宝贝还在吗？我回去让你看了。好，来看哦。啊！气死人，气死人的野伞，那个存血，刚刚是人马，对吧、啊？人马形态啊。来，这个是这个，这都是色尾，没错，你看到这些都是色尾。这两只是大量发生的，然后这下面都是大量发生的，其他都是野伞。等一下哦，你少了河马，什么河马？不是，河马在这里，河马还在这里。这些啊，这些是原本的开台时候遇到的。然后我原本阿靖给我了色尾卷那个嘛，他帮我取回业绩了。我拿河马跟他换，他回我：“你竟然拿河马跟我换！”我说：“好好好，给你鬼尸，给你鬼尸，给你鬼尸。”哇，他好气哦！来哦，我录下，你看这么多影片，来，这是第一个影片。我想要录这个，哎，我按错啊！这个，他们一直扭来扭去，哎，你看哦，左右扭，我在干嘛？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抓完之后，另外两只是用扭来扭去跑走，忘记录影，忘记按到录影。然后这个，你看到大量发生其实是在，你看大量发生其实是在我隔壁这边，有没有后面而已？你注意看，其实我已经经过大量发生了，然后我只是在那个。我只是想说啊，巡回一下，有没有？那时候就是说我是那个什么，只是巡逻一下，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卷卷耳的色尾？结果吓到了。
好，我们换下一个，下一个。我只是刚存档，然后准备出门。没嘛，不是存档啊，应该是吧。我只是睡饱。北七真的很北七耶，他睡醒走出来，他怎么就遇到了？虽然人家说设那个啦，设为要遇到设为最好还是露营就好了。但那要神兽啊，神兽跟小只的姆克什么勾设为谁要看呢、啊？我这个也是刚存档，然后准备开始出去去找设为跟那个三姐妹的时候，看哦，冲啊！我只是要去那个山上，从山上往右边走找设为。哈哈哈！这都是没有 C 过的呢。我那时候想说，先停在那个草、那个高山上，然后再从高山飞起来，再滑过去。又一降落，马上听到射尾的声音，好扯！我觉得很扯啊！嗨，泡芙，等下就到你的那个泡芙的影片了。等一下看到泡芙的影片了，来，这个是设为娟娟的，你看啊，这边其实大量发生，有没有扫了一下？这边是大量发生的点，然后就继续走，想说去看那个 boss 有没有设为，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你看，出来了，这个就是我在 FB po 的影片。我就说龙恩，听我说，野伞比设为好出，比大量发生好出设为。啊，这个是刚打完姐妹，然后想说，刚打完好像是老三吧，然后就在哪里找不到，要在哪里？哪只那只？这是臭伞，北七，白痴，白痴设为，好了，再来是泡芙的哦，这边，布灵，泡芙很凶哎。抓一抓会咬人，但卷卷的都不会。哎、欸，泡芙管一下啦！哎呦，射尾！我好像断了，没有，我被丢在那个平台上。我想再抓一只 boss， 然后丢给你。等我一下，我飞你们。我想被咬，没有，他都亲人，他电人，哎、欸，你看，色尾，同一个啦，就是刚刚那一只的色尾。给我过来吃。这是什么？
哦，这个也是那个社微泡芙。这边是姐妹刷完，然后就继续飞啊！我这时候就开始已经不想要巡回找，巡回找好累哦，我就哦遇到，然后这是 boss 加社微哦 ，boss 配社微啦，不是 boss 加社微，应该说 boss 左社微，就是 boss 社微分开，他没有合在一起，我觉得好可惜哦。也、欸、很可惜耶，如果这 boss 跟社微你那个合在一起的话，这很棒耶。可惜了我的泡芙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欸，怎么喊完了？你喊完我没得喊啊！可恶！看我自己喊，我在一起好赚哦。对啊，然后这是最后了，这个是泡芙最后的，其中一只泡芙已经送给泡芙妈了。你看全家福哎，泡芙。他去更好的地方吃胖，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社尾。啊，存档，他今天只开到12点，对，看看阿猫。色为命咯，快来快来快来我的大哥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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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现在哎呦 ，boss， 这个抓太多了，但我很想抓了。我现在啊，只要绕过这边就够了，因为我这边已经抓烂了。我解释一下，我现在这边已经抓到，这是同一批大量发生，就是刚刚看到那些社微泡芙都是这一批同样大量发生的，就是我那时候抓到已经剩下，比如说现在剩下两只，然后我只要回去。再过就是你看，现在剩下两只，所以我现在只要经过就是固定这四只，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抓完泡芙的时候剩下两只，然后我存档回村庄，再过来独档就是那个还是会补两只过来，所以还蛮赚的。然后但是我现在不示范，我想要赶快。等等再回来，没事啦。那个，我等一下自己来叫。我们回家吃。哎、欸，现在有龙吗？11点了。是我们来猜，等一下是野伞先出还是泡芙先出？要不要？来开。哎、欸，你们赌对的话，我加开一小时好不好？野伞先，我加开一小时。反正想开到12点。12点前，那个闪现出泡芙，野伞，询问调查意见，有龙先回，走啊。那是不是要猜错？我们那也是命，好不好？啊，第三个选项多多绿。快来快来快来看我玩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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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然后先存档。哦，然后我不是都说，看到色尾先存档吗？其实你只要在营地先存档就够了，因为我那时候也试过啦，就是其实，第一支泡芙的时候是我第二次露营的，应该说第二次刷到那个同一批泡芙露营，就是我那时候也在测试说，同一批是不是有那个，然后事实证明对。感谢莫宁熙的会员。那我选多多绿。好，我觉得你选对了，因为多多绿在我左边。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繁星的兔窝粉丝专页，会有专人拉你入群哦。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你要先看，我那时候就是测试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忘记我抓了几只炮，因为它出伞的那个顺序是固定的，所以那时候是我抓了第七只、第八只的时候才出伞，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几只，所以就重新补档，然后再进来的时候就是在算说第几只，然后抓了七只、第八只就升了，不是同一只吧？啊，同一只白痴，我没回去存档。白痴哦，我刚没回村庄，没回村庄的话，这就是同一批了。忘记回村庄，要拿乐器吗？好啊，怎么不拿？回村庄。哦，我原本是在刷卷卷鹅。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不是进出有几率那个我的这个会被卷卷会被改掉嘛，然后就是刷到一半的时候跑出泡芙，然后说好啦就刷泡芙啦，我就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泡芙就是这么来的。我刚刚上蜜蜂那边存档就没了，存档就没了，什么意思？你是在三蜜蜂面前存档吗？啊，如果你的进出地图没有的话，你就再重新读档啊，就回到你稍早的存档画面，你的三蜜蜂就回来了。又陈安安，啊，有新会员了，啊，加五分钟，另类加班台没有啦，没有加啦。要加的话，我早就结束了。看那些钱，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条件，所以钱才那么少？如果真的开有钱的条件，就要加爆了。那现在捷克音乐都在开啊。没有特别要，也不是说特别，就想说都路过了，那就顺便来刷一下钱。
你看，就只是稍微绕一下，你就可以净赚5万块，也不错啊。嗨，杰瑞。哎、欸，泡芙，你看了头会晕，你就关掉听声音啊，就关掉啦，挂着听声音就好了，有 Q 到你再出现就好。嘟嘟嘟噔。看一下，我现在图鉴。424那时候本来在想说啊，对呢，我们那天不是有那个在温泉遇到卡比兽，然后有观众就说是阿静，我本来想把那一段剪出来，我发现我把那一段的那记录档删掉了，因为超好笑的。我那天不是有一个开了11多个小时嘛，就那个记录档，然后好没有，然后11多小时。哦，我删掉之后想说啊，对呢，有阿静的那一段，想说剪出来的，又不对，我删掉了。为什么要剪出来？是因为而且删掉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前一天删掉的啊，然后隔天阿静就送我长耳兔，我说哦还好我没有剪那一段出来。泡芙会三 D 晕，他看别人的视角会，自己玩不会。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啊，这很正常。有些射击类游戏也是啊，我明明就不会怎样，就看到别人玩一些枪战类游戏，我就好晕哦。你看，我刷到109颗金珠，哎，好爽哦！我100万了、欸，快来快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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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独档好像比较久，回村子再过好像比较快。
你要关掉，然后噔噔噔噔噔噔，你看就这样子，就是跟那时候选卷盒一样，蹦出这个我才独当。泡芙，你是遇到这个状况吗？就是要刷的变成其他宝可梦。对啊，我会啊，还是对？你是这样讲打对啊，还是会啊？我就这样子啊。如果今天是娟娟而盖那个被像比如姆克而盖过，你就独挡。在村庄独挡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要是这个问题啊。你今天在村庄独挡，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独挡可以回到就是大量发生的那张地图，你回去再过来。你就会继续有这个东西了，学废了吗？然后这时候存档。这时候存档的原因就是两个啊，先锁住这张地图的固定生成，跟待会怕如果回村庄的时候碰到的那个大量发生被盖过去。那时候就想说，你如果会3D， 想说叫你来看我的台又不太好。因为想说来。因为而且那时候我还问泡芙说，你对现在刷设为机制理解到哪里？哪一个版本？因为最早以前的很多版本嘛，一直到最近才对，就是影片说什么真刷设为机制，然后最详细最新刷设为机制什么之类的，就到处看嘛，然后看到后面就是机制改成现在就是。没错，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哎呦，哇，架皮丘！这次没被丢包，这次你太慢下来了，丢脸！你丢脸！这样，断手吗？好，我去叫！哇！快跑！快跑！快跑！然后记得回村庄前一定要存档。大只的，大只的，哎、欸，又可以抓一只给你了。哇，架泡芙。那你看哦，我不用看啊，反正。我也懒得试了。哎呦！我用好一点的球抓是不是？对耶，要战斗吼！过来。哎、欸，母的，啊，对耶，丢你一玩就好了哈，忘记了，感谢。欸、抓到了！我刚才就看到这只了，在抓泡芙啊！这就是吃到
在骂说香菜难吃的时候，眼红的泡芙。你看我、哦、抓到了嘛，刚刚那边剩三只，所以我们这边存档。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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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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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先对话，不然等一下存档被盖度过，还要看这个画面一次。很凶凶的大炮，对呀、啊。欸、抓色尾的钱也是不一样的呢。抓色尾的话，钱有快一千块，不一万块。来大字炮，哎、欸，晚点这次再给你哦、喔。你看，都是母的，炮不是只剩母的了吗？哦，公的算了，然后存档。我其实觉得风速狗那个印章很像一个 emoji 的人还是什么，不是 emoji 啦，就是一个小人插着手站着，有没有很像？回村庄，安安。然后再回来。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如果雪地那边出了，哎、欸，娟娟的这边又出了那个泡芙的话，我要选谁？啊，靠！用存档，存档，来存档，存档。嗯，一夜月安安。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这只最近听声音，哎、欸，听反星台，然后滑漫画很赞。你进度到哪里了？阿尔宙斯结束了没？好残酷的二选一，对吧？很残酷吧？你看，一个是我婆，一个是别人家的，也不算婆吧，宝贝。噔噔噔。你游戏机还没拿回来哦，我都在等你了哦，哦野草，我都卡在卡色尾等你了，但之后真的就只剩下刷色尾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就但愿像有那个剑盾 DLC 那样子。开放全国图鉴，不是一样也有开放地下？有，我拿到，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回光遇的，然后就是明天。决定边看繁星边刷波克比，祝我好运，加油！啊，怎么又是大丫丫？我刚不是回哦，有回过，你看，又生了一只给我，以防万一我再试一试那个试给泡芙看，泡芙你看好、哦，有大老婆跟大丫丫、欸，然后你看哦，这边就只会有三只，对不对？
哦，存档。嗯，今天的有要送他上天堂吗？好像不用，是不是？不用哦，好。等一下，黏住了，离不开。白痴先祖，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黏住了，黏住了。啊，一定要学是不是啊？靠腰啊！确实，那杀色为三姐妹。欸，怎么剩三只？哦，四只，四只，吓死我了！这样，泡芙有看到吗？就四只这样子，就是你抓了之后，他会再补一只进来给你。所以，我应该，你应该也是知道这件事情了，给一些不知道的人讲。哇！我网络没开欸。去休息，好，晚安。晕了吗？我让你晕了吗？哇，抱歉了，刚忘记。存档档，存档档。
哦，血我刷到了，恭喜恭喜恭喜！容易哦，那是你的运，不是我啊，那都是你自己的努力，跟我无关。什么看台增加刷闪运气，那是假的，全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到的。如果真的看我的台刷到闪的话，哇，那全世界来看就好了，对不对？就是缘分就是会在那边。等一下、哦，我光遇去弄个东西。应该是没了啦。好，我们继续。哪里有肥羊呢？这肥羊在这，这不就来了吗？肥羊，哎呀，咳咳，在那边双光掉，什么双光？哦，哦，你晕了吗？哦，好晕，好晕。你用木锤，你用什么兵力？木锤！叫你用木锤，然后大辣嘛，走啊！现在时间都是你的，还要求哦，什么泡芙在身上？怎么有只泡芙在身上？看一下他能力啊！小王子哎、欸，朋友安安，要做哪一个任务才能一次五颗？没有，要一直打。我没有做任务，我没有特别做任务，就是一直打就对了。你要一直重复打那个姐妹，打到一定数量。我那时候就是一直都只遇到大姐，然后其他的小妹那些都没有遇到。然后就是那时候听很多人说是什么支线任务要解完才有，对吧？你应该也是听到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是听到什么支线任务要做完，全部解完才会有五颗。我想说奇怪，我支线任务都卡着没解啊，啊怎么一大堆，就一大堆了。加攻击的速度。所以我就一直在这边刷，不是刷，就是要赚钱嘛。我就在这边赚钱，边赚钱边刷社尾，然后就是把老二跟老三的那个次数刷到上面去了。加码有回答到你吗？那你有没有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反正就是这张地图是最好刷姐妹的嘛，你就是营地附近绕一个圈就有了。
没问题，哇哟，我看到喜欢的次数增加了，加二，哈哈。不知道一直打下去还会不会多给，感觉不会的。那这游戏后面的钱就是拿来种菜跟用那个薄荷而已，感觉啦。谁下一秒被 KO？ 洛托姆哎、欸，不要，洛托姆真的还好，那射回应该也是黄黄的而已吧？只有只种菜跟薄荷会过剩，当然全部买爆材料。对啊，就素材买爆999哎、欸。他素材上限到999，那钱的上限到多少？Surprise！ 我那时候本来是以为，我以为是因为我从背后吓他，吓到五颗蛋掉出了，五颗球。我还没遇过洛托姆，晚上啊，晚上在那边一大堆。我以为洛托姆很难遇，就没有哎、欸，看洛托姆多的跟路边的野狗一样。可是那时候是遇到了 BOSS 洛托姆了、啊。抓五颗蛋，不然你们现在去献祭啊！不要带我就对了，你们现在去献祭，我没有口，我没有多的手。太可恶了。买了一堆家具，没遇过洛托姆，没有洛托姆在这里给你们看。点这个，这里洛托姆，我看一下哦、喔，这个过来，这里那个这边祈祷广场有那个有柱子嘛，有机会遇到洛托姆。然后我是在这一条，这条很像这条走廊，这条走廊也有洛托姆，要晚上哦、喔。这边跟这里，跟这里，喂喂，你们晚上，你们两个，你们晚上去这边找找看，会有洛托姆。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那边等，等歪曲事件发生，等不到，等到我已经开始稍微背下那边宝可梦的出生点了。你没遇过家具，他就是说什么奇什么神秘机关，是注意哦，是机关哦，有厨房机关啊，有的没的，还有什么机关盒子，就是那个东西，那就是家具，还是其实你都有买，只是还是就是没遇到。肥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肥羊，肥羊，
我是在逛全地图的时候看到的。对啊，就是到逛到处逛特处逛啊。你白天要逛一圈，晚上要逛一圈啊，你会看到不同的美好食物。就一直让卖我进化道具哦。我在想要不要买，反正现在钱赚那么多了。反正现在这游戏也只剩下发射围了，对，所以应该是还可以再撑一个礼拜吧。噔噔噔。出来吧！铃，没有。豆子安安，你要来夸我了吗？快点，快夸我，女人。没有，对不起。赞美我，称赞我。哎、欸、哎、欸、那个我看到了，我不许你说话了，不许你说话啊。重要，没有没有讨厌你，只是游戏规则好不好，这是游戏规则，没有你做错什么事情，对，你就是做错事情了。叶子花纹的石头5000块，哇好便宜哦，叶子石哎、欸、哇真的是哎、欸、哇好赚好赚，繁星超赞的，有吗？就豆子说，可是我是男生。那个你要回收，我帮你回收啊，不要撤回。你看，连那么可爱的豆子，我昨天也编过了、啊，对不对？提早，速度容易提高，防御能力提升，顽皮。胆小哦，有了有了有了，不合不合，我逆盖，哎，不要被 ban 了之后就不来看台了呢，大家做错事都有被 ban 过，哎，不是只有你，哎，5分钟啦，5分钟后就回来了，我5分钟至少我5分钟内不会关台啦。你也不用讲对不起之类的啊，我知道你可能是不小心的，人难免的啊，因为毕竟就这一台有不能回收的规矩。就很像有些人玩什么躲猫猫、123木头人，还有些是地区限定的规则，然后第一次玩会很不习惯。啊，怎么会有红绿灯？喊红了之后自己会变绿灯的啊，这样子，对不对？你今天用小账发布哦，真的哦，我去看一下，我去看看你这么有心的是哪个留言，你该不会只回个什么繁星你好棒之类的吧？那、no、看北区，看一下哦，哪一个？哦，那个雨烟豆子的。哦、oh, ，我早上有看到，我想说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哪样都豆子？也有很多乌龙不同规则，对啊。比如说什么最后不能留那个数字卡，那个+4+2的牌啊，然后或者是抽64张，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舔哪里呀、啊，
之类的，制定规则。我阴阳嗨嗨 ，Hello Hello， 我啥什么东西？Hello， Hello， 你好吗？给哪里？十二点后再说。哎，豆子，你几岁？如果你未成年的话，我会把你先赶走，之后我们再聊秘密。请问人家几岁啊？露娜几岁是基本礼仪耶？闪光兔兔跑走了，你有没有存过档？如果你刚刚有存档的话，你赶快读档。这就是你在营地存档的原因。你如果刚刚你说来不及了，我回家了，这就是在营地存档的原因啊。你就是要在你现在读档，如果还来得及，你读档还会遇得到。这一代你有没有玩啊？洋洋、温温。20岁哦，那可以，我们可以聊了。没有啊，你看我们昨天捡那个三蜜蜂，他不就在那边我舔，舔又舔，你没存档，下次记得要存档哦。下次进地图，不管什么事情，就是要先存档。还是你有开自动存档？有的话，你赶快读档吧，因为有开自动存档的话，你进地图的话会自动帮你存档啊。总之你先反正他不见了嘛，你就独挡嘛，试试看。你要发红包给我是吗？哇，你要发红包给我，谢谢文扬阿里亚多，谢谢你哦。还是我要试试看取消会员能不能留言。你就先不要包啊，先暂时停止会员嘛。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再来加我会员。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看要不要再加我会员啊，看你目前合家观赏。对，该到限制级的时候了，小朋友们该睡觉咯。那你啦，这个我也没有想要强迫你一定要支持我。对，我知道你很有心，但是你不能留言，我看得也很痛苦，对吧？然后后来直播间继续夸反省靠腰，你是在哭哦，海绵宝宝。哎，利恩，你们不见了，时间还没到哦，不要开太快，我还没开车啊，我连钥匙都还没插进去哎，啊。我在你这里也不见了，这很奇怪啊！我明明坐得好好的，突然看到你们两个往上飞就不见了，跑去约会啊？不揪，
我们会增加野伞的几率。我们去抓那只 boss。没有、欸，真的，我觉得大量发生对我来说好无感哦。哎、欸，怎么又不见了？你们不要动，我过去。本头我就不见了，我怎么知道？讨厌，我要说啊！讨厌带我跑图要说啊！我双不见，我的什么双不见？你说钱刷的够了吗？100多万，够不够？妈打妈打！兔子安安，你是叫兔子头像用无尾熊？你是间谍兔子还是间谍无尾熊啊？你是谁 ？Who are you？ 啊，周四还没开完，明天也要开工上班了。晚安，好，晚安。Good night, good night。又到了12点都没刷到，你能说话了吗？可以了，你好。讲你想要呛烂我，对不对？走啦，打哇！我怎么办？听不到色维的声音，感觉好不自在哦。结束了吗？结束，我们回家。又串了，有吗？但还在啊。哦，结束哦，北七不会换头像，那就会员那边换个头，不会员啊，个人那边啊，头像换着就好。龙火拿完休息，差不多啦，12点了哎、欸，我真的是小开一下而已哦、喔。如果没有刷到色尾，我们就12点。啊，不然就12点，如果没刷到色尾，我们就开始不刷钱，我们直接往泡芙这边冲，就开局直接往这边冲，不浪费时间。刚刚被那个叫声吓到，哪一个？我学小圈子的声音吗？好，没问题，对啊，因为你不用上课上班吗？豆子不用上班吗？
除非路上遇到姐妹，我就不回头了啦，直接往那边冲。还有肥羊呢，要上班，但我大概这时间点睡觉。哦，好啊，开到12点吧。没事，用无尾熊也可以，差很多。无尾熊会在树上随便乱尿尿，哎，真的遇到骆驼木了，谢谢台主。没事没事，你还要缺什么没遇到的？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指点迷津，但是我没办法帮你抓。我化石类的，我自己都没遇到了，好酷哦。啊，如果要那个机关，我也没办法，那个是你电脑里面不给你买的。啊、我怎么走这边？我怎么走这边啊？要修要修，完了，太想要钱了！哇，坏毛病，坏毛病！往前的地方跑。Remember me。主播钱够多了，现在够多了吗？好啦，今天的收获只有一只大泡芙而已，可是在5分钟内遇到嘞，一心金体质，没办法、啊，人就是会往自己没有东西那去吸引，有没有？自己没钱就会往有钱的地方吸引。像如果缺水的话，就会想去喝水。缺钱的话就想要钱，对啊。啊，希望我待会睡得着，等下不会开，我等下不会开游戏。哇，这是什么闪卡、啊？我的天哪、啊，美贝，这个贝好漂亮。哦，不是贝哦，靠腰。本心好可爱，什么东西？我哭了。国民老婆哎、欸，国民老婆哎、欸，不要逼我这样子讲话，是不是要逼我这样子说话？哇，这样讲话鼻子好痛。妈，哦，最爱你的人是我。还没打第二次 BOSS， 整体就快要100等了。我当时也是啊。不是也是啊，我当时已经是了、啊，没有，我是打输后才100等。这个头像你用了快9年了，哇！那你这 ID 也用了9年是不是？那你当初就不该取无尾熊，不该用无尾熊啊！
今年十八。哦，好吧。无名老婆，哇，无名听到会开心死吧？他先打问号。打 BOSS 最建议克雷瑟利奥，没错啊，还有啦，就是仙子一步啦。其实那时候看了一下他的阵容，好像带仙子一步是最棒的。仙子或月亮一步可以带这两只，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特别去练一步的家族，因为月亮不是一直以来都很万用吗？好了，剩两分钟，会不会出奇迹咧？你觉得林美容不错，很硬？有啊，后来是靠林美容收头。刚开刷就刷到色尾兔子了，恭喜！你可以先存档。应该说你可以先全部抓完，看看你那一轮可能，你那一批可能出两只色尾，懂吗？你可能一开始的第五只就抓到色尾了，然后就很开心，存档还是什么的。你可以先全部抓完，如果抓完确定没有之后，你再独档，把那个前面的色尾兔子抓起来之后，再存档去独档，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就是抓完之后。回村庄存档，先存档回村庄。十二点了，那我们就有遇到事我就关台吧。不然豆子会为了看台不睡觉，不行。啊靠哭。加油加油。没事。我今天是因为没有巡逻。不然这一片又什么森林的这一条海岸线我都其实都会绕一圈。这才会刷到那个屁脸虫。能为了夸奖而陪着繁星，没啊，不值得啊，不值得，没有必要。累了就给我好好睡觉。啊，不值得，不值得啊！不然再刷到一只头目吧，头目或色尾就休息。晚上好，因为想调作息，所以不想开太晚。不然这样子玩高效的话，也是很累。我是姐，嘿，你是姐。爷你好，来偷偷看台的我，为什么上班、上课还是不睡觉？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好。末日啊，赶快呐，懂就好，懂就好。现在是大人的时间的好欸，那我开始问哦，我开始骚扰了。所以豆子真的是男生吗？然后被男生夸会觉得很乖乖的，乖乖的。
现在是大人时间啊！我靠，开心到翻滚，开心到病鬼啊！不关掉，女生哦，那可以，你看，你看我的眼睛，如此的，怎么在抛媚眼？等一下，不要单扎，不要单扎，不要单扎，好。可是我们差了十几岁了，哈哈，不灵不灵。对啊，反正刚刚在打打台想说，欸打打，你不存个档刷一下你的木木萧的个性或是公的母的吗？结果他已经选下去了，死而无憾。那你死了吗？你数了吗？我好渣哦，怎么到处在撩人？不行不行。七月后十八岁，那赶快去睡觉啊！现在是大人的时间，赶快休息。现在是大人时间，你看啊，就是有些未成年的还不去睡觉，我们不能聊一些大人的话题哦。等等，死了就不能夸奖房间了？可以啊，你变成鬼之后，可以直接到我耳边，对不对？安心，你好棒哦。对不对？那也不错啊。龙来了，我打开乐器了。救命！还有画面，什么画面？你好恐怖哦，好像怨灵。对啊，也不错啊。他直接在我床上哎，夏天的时候一定很凉，冬天的时候不要。我需要一个可以暖被被的，我不需要一个更冷的。我家已经够冷了，冬天不要啊。你可以夏天来我家，冬天就不要了。啊，如果你还没死的话，你冬天可以来我家帮我暖马桶、暖床。那、啊、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吹电风扇。等一下哦。然后耿鬼不是会让室内降5度吗？你看了我的社群，可能会流鼻血哦。现在那个没有了、欸，我腹肌现在最近都没有了。我没去练了，因为我好像，如果我明天去看看好了，应该说睡醒去看看。我也要顺便问说我的会员到几号，不然一直扣钱扣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期。到期后就。直接想说啊，我进去，哎、欸，不好意思，你的会员结束了。我说，哈，什么东西？罗兰豆子喷鼻血，然后你可以看更惊悚的哦。你看，就这样子被取代掉了，夸张吧？都是这样子，腹肌都是团圆饭了。也没有啦，就是不明显了啦，还是有线条，但不明显，因为够瘦啊，够瘦就不会有这问题。有改刷圆圈了，留言不会自动消失，欸，真的很奇怪欸，我想一下，我就在这里。对，这里，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那个乱丢球的人又来啦！快跑！快跑！快跑！
好喂。跑远一点，跑远一点。跑，叫你跑跑跑跑跑，叫你跑，我叫你跑。你看，卷卷鸟是不是乖多了？泡芙会咬人呢、欸。好，没有。你看这时候没有吗？我们独挡，又回到了樱花儿。真的哎，菜渣、鱼竿、繁星的都自动消失。哇，你怎么会被霸凌？没事，你现在有说我就知道。你调作息怎么越来越晚？该干光玉了，该干光玉了。啊，你看，啊，樱花儿回来了 ，Magic。所以就是卷卷耳跟樱花儿。我看得到直播间的就是他直播的可以看到，就是直播聊天室可以看到，但留言区不行。但是会员资格的留言会不要说，对啊，他说他在鱼竿菜渣那边也是一样。你看，为了留言，我可能会损失一个干爹，或是他会找一个订阅头像。豆子这一版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宝可梦？有吗？教主啊，你又迟到了，没事，抓到社尾就关台了，要去睡了，晚安。好欸，小朋友要去睡了，开车开车，各位准备好了吗？大人的巴士要开了，大人巴士听起来就好不胖哦，感觉巴士上面干什么事一样。我来看一些惊悚的片，带去大逃杀现场。然后把大家灌晕，灌晕之后就说：“恭喜你们参加这一次的大逃杀游戏节目。好欸”好诶，好诶。燕子，我贴给你的网址，你都看一下。好像最新的那个网址吧，我看到那时候笑得很开心。教主晚上好，晚上好。
不素欸，不素欸，啊，怎么是紫色的？有钱拿吗？没有，获胜的那个玩家很那个很幸运，可以参加下一次的活动。哈哈，龙走了，谢谢利恩，谢谢。哇，大吃特吃。哦，这袋没有傲骨月，我不能抓燕子，不能抓一只燕子带在身上，我好难过。就看他什么 DLC 会增加一个新的地图，那边是随机出一只龙，可以把我扛走，我不要啊，你扛得走吗？好像可以啦。欸，燕子啊，这一代没有燕子的话，你喜欢哪只宝可梦？伊布吧，不过阿尔宙斯也蛮赞的。你怎么可以选他们不选我？哇，我是你，我就说我会选繁星的。哇，天哪、啊！生存，那什么求生欲大考验，我扛得走，我的天！原来都是七只宝可梦哦！我的臂力砸死过阿尔宙斯哎！那些头目都是我打的哎！我算是一只宝可梦吗？我是你的宝可梦啊！不对，我是你的宝贝，哈哈！我是你的宝贝啊！等等，对吧？我那天有教那个燕子弹响指，他那天笑得很开心，对吧、啊？我是人形，他不是有一般型、陆地型的宝可梦吗？我是人形加兔子型，耶、yeah ！所以在宝贝球里面，我有两颗宝贝球，好诶、欸，发车喽！啊，人人都有两颗宝贝球啊，对不对？眼球啦，眼球很重要哎，瞎了就完蛋了。眼睛跟耳朵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不是吗？就是如果你瞎了，哎，我真的很怕我哪天是瞎了哎，听不到的话，我应该还可以活。可是瞎了的话，我会很难过，对不对？你就看不到片片了，只能听声音了。而且有些漫画都只能看不到了。这个被移除了，真的假的？哎，没有移除啊，那我截图给你看。那我截图给你看，燕子，这个。是不是很赞？是不是很棒？燕子有没有很棒啊？这个型那个充电，我再分享那个一个充电器给大家看。想买的意思吗？哎、欸，那个买了之后是两边都会充电的，你不觉得很棒吗？繁星使用变大，呵，我会使用部分变化之术哦。我叫秋道繁星，部分变化之术，哈哈，哇，感觉就很棒哎哎，部分变化之术最早以前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秋道丁次，再就是鸣人，不是鸣人，再就是那个谁，鲁夫会使用的，繁星使用撩人，哇。这好棒、哦、我最想要是聚宝弓啊！啊，还有一个叫做"看我嘛"那个招式有没有？繁星使用"看我嘛"，
我这一代没有，这一代没有双打对战什么之类的，所以没有。繁星石哦，我应该最后就是情勒撩人，还有什么？情勒撩人变大，变大一定会啦。还有变硬吗？哇，变硬又变大，那好好好，我们技能挑好了，完全没有攻击招的一只兔子。先使用变大，再使用变硬。啊，没有，应该要先撩人。对，撩人变大变硬之后，结束后再用情绪勒索他。哇，完美！这是宝可梦，敌方宝可梦失去战斗能力了，只能用挣扎。没有撩人啊！如果宝可梦什么技能？变大，变硬。变大是什么？就缩小，也没有变大。啊，我们可以用健美啊，什么健美变硬，或是有那个蛇舔有没有？变大、变硬、蛇舔、水流喷射。哇，天哪！我好母汤，我在干嘛？对不对？也没有啊。那天给怪力用健美的时候，不是我们在配技能。无名 ，Hello， 稍早才有提到你。稍早在那边讲国民老婆，有人听成无名老婆，我就说你会打问号问号，我就大蛇背。就在想啊，有哪只角色？因为我知道沙奈朵会蛇舔嘛，然后，哎呦。还会催眠啊什么的，泡沫光线。是谁跟我讲说这样刷的效率最高啊？把他打，我抓出来打。哦，等一下要问燕子东西。燕子还在吗？还是你下车？不是下车，下班？你怎么可能下车了呢？燕子也是很喜欢听，而且他应该是也是司机等级的。哎、欸，那个姐姐，我跟你讲一下哦，这边的规矩是不能回收讯息，我要问你什么问题啊？可是问了完这个问题，感觉你又知道我要干什么。算了，我不问了。不改台规吗？我怕我不能回收。对，你们要对自己的讲话方式负责。我要教你们要对自己讲话方式负责，讲错字什么都不行。台规哦，好啦，我改啦，晚点去改。这个还是用打的好了，问的你们都知道了。呵呵呵，有没有闪光啊？哦，有了，关台了。各位，那结束投票，结果是野闪获胜，不，就野闪输了，野闪帮输了。来，关台咯。魅惑之神，我还有迷人之躯嘛，对不对？君君的特性是迷人之躯啊。那这个就是要用昂贵的球球，这个是阿香教我的。
你已经忘了投哪一个？哦，我想应该是，应该是野伞吧？啊，你说你会想投选多多绿？哎，燕子，你下班会累吗？你今天下班累吗？因为等一下晚点要问你东西，就是那种训导主任约谈繁星嘛，课后要访问那些，来老师这边，然后我的完美泡芙也，我的泡芙图鉴也都完美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看，卷卷耳、长耳兔、樱花宝、樱花儿，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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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念力，喂食次数。哎、欸，那这只也很快了哎、欸，念力丢一丢就好了，丢丢。有点累哦，那我赶快关台，我来问你问题。选多多绿啊，利恩哦，北七哦，阿达，我起每周起雾起成这样啦，起雾就看不到你，看不到燕子那个美丽的脸庞。好，我们来寻一下，寻一下有没有野生的色尾。我们寻完这个岛一周之后，我们就回家。岛喂，哎、欸，这只是公的母的，又是母的，哇，好棒，好棒哦，好棒哦。哦不，不要关！我在刷六维色尾，六维色尾是什么哇？色尾六维哇？六维色尾是啥小？我可以口瓢成这样？你还在刷？没有啦，就加油嘛！你刚刚已经用掉了一次运气了，不能奢求好吗？你知道，就像蝴蝶，你不能抓它抓太紧。你要把手放开，它是你的，自然就会降落在你手上。你越抓它，它越挣扎。啊，你抓太大力，它肯定也会受伤，懂吗？这样可能你会很难过、很受伤，但是，总比另外一方也受伤好吧？第一次被 ban 表示我很慌张，不会啦，不是永 ban 好不好？哎、欸，有些那些 ID 怪怪的，打字打不知道打什么鬼东西，那个我看就已经很想直接 ban 下去了。原来是这样，对呀、啊，教主金句加一，什么金句？你是说那个吗？小城里是月。两过去，妈貔貅，你现在才出现，那时候遇你遇半天，我的天，我打你，我把你打死，搞鬼来，好嘞，指控歪曲，我的天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燕子在等我了，那个我们要关台了，不行，在刷色尾了，好，那我私下再来走这个歪曲。还是燕子，你可以、啊、算了，不要好了，等下下班很累。因为我拜托燕子的东西，所以我要问他。时空歪曲，对他妈的，应该是在这儿，我刚离开、欸。不要啦，你继续玩。不要，哎、欸，都要调作息了，你还叫我玩？你是希望我把作息改回来的罪魁祸首之一呢？我有私讯粉专那个会员资格。然后你说还没进群吗？那个我那个等等等那个
你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聊天室叫温阳的吗？对，那个拉拉群的都是他帮我用的，所以那个等他，因为他现在也在上班，明天开工啦，就是等他。那个抱歉，可能要等一下，可以吗？你们说不行，没办法，因为我不太会拉人进群，抱歉了。不要，我就要现在进来啊。对啊，就是温阳在帮我管那个拉人的，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管理这种东西。都有人说啊，你不是处女座，照理说应该很会管东西啊。我说没有，谁那边时空歪曲是干嘛的？就是里面会有大量的宝可梦，都是里面会有一些比较不是这张地图的宝可梦，然后也会有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抓到的宝可梦。就是这张地图是纽拉是黑色的，纽拉是这个阿尔宙斯抓不到的，然后里面还会掉一些进化道具跟一些幻境道具。刚刚都在偷听你们开车，嗨。我其实有想要把那个探头的布布拿来做那个手机壳啊，我先用打字问。你们看好对他丢这个，哎，你要不要放？是啊，你的光墙嘞？哎呦，你看光墙，抠抠，我那时候就是要丢他抓他的时候，北七的哎。睡觉。模拟你睡觉没有？用食物喂食次数，他不吃啊。燕子，我敲你哦。我要问什么？你是在干哦？你看这些碎片呢，都是可以拿来做一个东西，叫做星星。叫什么？星星碎片？不是，那叫什么东西？对，星星碎片，那可以一个卖5000块。三个颜色各三个，可以做一个星星碎片，加一个星星沙子。对，反正就是拿来卖钱的啦。然后有能看到这些大舌头啊，什么东西，这些就是其实地图上遇得到，然后它会出现在这个裂缝里面。小城里是月亮过去。嗨，三只鬼师嗨，纽拉，嗨，矿。
害花、捕虫草，还有什么害矿？好了，没了。蹲，等一步，一步一步是找牙。那刚几级啊？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那、欸、你怎么还看得到我啦？都躲这么远了，还看？阿兵早，现在才正要睡才发现我关台啊，关台，我要关了啦，我等一下关台了。有人要上班不睡觉，说要看我的台，我要关台了。来啊，撞我啊，你就撞啊，你就撞啊。能点我等等应该看完可可夜总会再睡吧，早上看到一半不下午看到一半睡着了。被发现还没睡，你说阿兵来抓奸吗？阿白心怎还没睡？嘿，嘿，结束了，睡觉时间，感谢各位啦。那明天高校见咯，下午不知道会不会开啦，那是下午的时候再说。想一下哦，我要干嘛，先存档。怎么还没睡？没要睡了，要睡了，被困了，被困。好啦，大家晚安，继续干游戏。好啊，那个要抓那个抓到了没？抓六尾的抓到了没？好啦，各位晚安咯，拜拜。先回村庄，再过来存档。结果繁星是说游戏里的角色去睡觉，不是啦，不可能啦。好啦，大家晚安。